这样行不行? 少爷，出问题了，这个车估计修他得一段时间，要不先跟爹说一声，让他们先过去。 那就让他修好了再上路。那江一太他呢？江一太，老爷，这个车坐三个人，是不是太拥挤了一点？那你就跟少爷说，让他们把车修好了再上路。好，董事长还有别的事，江一太就跟着车走吧。 你真的就这么走了？先修车吧。天都快冬天了，怎么还这么热？ 怎么了？好凉快啊！起风了。刚刚确实起了一阵风。我还以为是你给我闪的。怎么可能？你赶紧修车。 这风啊，能从这边吹过来就好。这么一点，这么一点，这样行不行？凉快。